目前爸爸的情况怎么样？这个嘛，这个我应该也是不能说，可是。其实就他回台湾，我们会比较安心一点了。这样子，他是已经清醒了吗？他有跟妈妈说话吗？他不能说话，现在是不能说话。然后是一下醒一下睡这样子。那你们说什么，他会有一些回应吗？就是看着你而已，他看着。那你有在床边跟他说什么？有啊，当然有。昨天有说一些事，跟他加油啊，就是跟他讲回台湾这样子。目前的情况就是有明显的好转，对。对，就不管有没有，就是回台湾我们就是比较安心一点。医生有说，医生有什么建议？没有，我没遇到医生。还没有的。妈妈的部分，妈妈的。妈妈。妈妈不会来，妈妈就工作就好了。